的好起来，好吃的多吃一点。叫我接受治疗，不管怎样，他们都一定会陪在我身边。因为医生有说，如果治疗下去，你最起码半年多以上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工作，后面的经济状况也是等到最后他自己已经受不了了，他才会跟我说，啊，不然我们去开刀。我什么都是老婆要帮我，大小便也是老婆在帮我擦。我觉得说男人不应该是这样。我非常辛苦啊，照顾病人的人最辛苦，就是相信医生说的一定会好起来，孩子还小还需要我。医生都有把握了，那我们当然也有信心好起来，那我们一家可以从头再开始努力把这个家撑起来。